手工裁缝月，耶！酷！嗨，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高级服装设计师马术，想要私人定制吗？随时找我。哇，真不错，帅气！高级服装设计师马术。 你好呀，我是高级服装设计师，很乐意为你效劳。月儿马术，我叫萌萌，可以帮我做一件美丽的公主裙吗？公主裙，我。哎，包在我身上，我擅长。我厉害的。来，我们再看看。我来。哇哦！ 完成。 Good。 这件公主裙也太漂亮了吧！萌萌，怎么样？我的公主裙好看吧？只要5个金币哦。马叔，你的公主裙很好看，可是我更喜欢月儿的。啊，那好吧。月儿，这件公主裙多少钱？这个呀，不贵不贵，才10个金币。 啊，这也太贵了吧！便宜一点嘛！不行不行，这可是我辛苦做出来的，便宜一点，不行，便宜一点，不可以，真想去！不好，地震，快跑！啊，怎么？哎呀，好险好险！ 跟好的快，不过月儿裁缝，公主裙真的不能再便宜一点吗？不行不行，1分都不能少。哎，萌萌，我们家的裙子性价比高，要不买我的吧？啊，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月儿做的公主裙。不行就不行，我自己想办法。哼，这些人怎么这么奇怪呀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什么样的客人都有嘛。月儿，肚子饿不饿呀？刚地震太吓人了。 要不我们吃点好吃的，洋洋精？你是不是说我也突然有点饿了？快走吧。哦，等等。啊，忘了，Miki自己在家呢。刚刚地震，他肯定吓得不轻，我得回去看看他。啊，那好吧，那我自己去吃好了，拜拜。去吧。嗯，吃的好饱呀。 马叔，萌萌，你们在干嘛呢？月儿，你的公主裙不见了！我的公主裙到底是被谁偷走了？我知道了，小偷一定就在马叔和萌萌之中。什么？月儿侦探，变身！哇哦，萌萌。 你的嫌疑是最大的，因为你非常想要这件公主裙，刚才还因为价格过高跟我吵架离开了这里。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月儿做的公主裙，不行就不行，我自己想办法。哼，所以你有充分的作案时间和作案动机。马叔，你的嫌疑也不小哦。 你一直向萌萌推销你的公主裙，哎，萌萌，我们家的裙子性价比高，要不买我的吧？可是萌萌只想买我的，
只有我的公主城不见了，他才会瞒你的。而且刚刚说好一起吃饭，结果你半路回家了。哦，等等。啊？怎么了？我忘了，米奇现在自己在家呢。刚刚地震，他肯定吓得不轻，我得回去看看他。所以你也有充分的作案时间和作案动机。月儿月儿，我不是小偷，我真的想买你的公主裙。刚刚我只是去凑金币了，你看，这是我刚凑到的8个金币。嗯？难道不是萌萌，是马术？月儿，也不是我呀，你知道的呀。刚刚我回家看 Miki 来着。哎，你等等，你看，这是我和 Miki 刚刚在家里的自拍呢，你看。肯定不是我，是萌萌。不是我，是他。真的不是我，是他。不是我，是他，是你。别吵了，小番茄们，你们知道小偷究竟是谁吗？赶紧告诉我吧。Bunny, Bunn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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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玩具盒里好多钱。